索达吉堪布生于1962年，1985年舍俗出家，前往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，以执法王如意宝镜美蓬措为根本上师。早在上世纪90年代，随法王前往美国、英国、德国等十几个国家弘法。因感汉地佛子由于语言障碍无缘接触藏传佛教，堪布将大量藏文经论译成汉语，并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讲。20多年来废寝忘食，不遗余力，不但培养了无数的佛教人才，而且著作等身，传法教研与出版书籍累计超过上千万字。从2010年起至今，受邀在清华、北大、人大、复旦、港大以及哈佛大学、华盛顿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等众多著名学府演讲，发起并参与主办多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，与知识分子们进行交流，将佛教真理与当今科学结合起来，引导大家正确面对学业、情感、工作、人生。近年来，堪布经常与众多海内外学者对环保、和平、道德、跨宗教等问题进行深入探索，希望提升一切生命的福祉。同时，堪布发出了启动爱心的倡议，号召大家在学佛之余，不要漠视身边的弱势群体，先后建立小学、中学、养老院、居士林、小沙弥学院，资助濒临失学的大学生，救济无钱治病的重症患者等。索达吉堪布常说，我不知道自己能活多长时间，但只要有一口气，哪怕只有一个人听法，我也会尽心尽力用佛法饶益他。